每一秒的决定都联系住机上所有人的安全。望呢度，嗨，我是 Christina。作为一个机师，我要确保乘客安全抵达目的地。我以前读艺术出身，做过设计，又做过空姐，而一次坐装置的经验咧，就俾我真正睇到机师的专业同埋270度的靓景。嗰一份感动就推动咗我去投考 Cadet Program。嗰一次是我的单人飞行训练，我记得当日天气很好，但是起飞之后咧，架机系咁弹 failure 出嚟。当时我就用我所学过作出即时反应 ，aviate、navigate and communicate 呢一次嘅经验提醒咗我，每一秒嘅决定都联系住机上所有乘客嘅安全。如果你对飞行有热诚又有责任感，就即刻嚟报名啦 ！Be a future captain。